李欣一个满大，居然刮掉了我一盒的血。我去，这李欣的伤害真就是完全爆表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对抗炉见谁杀谁的无敌战士。我就是个鸡巴。这最近这王者皮肤啊，确实是多到天花板了。除了年限猴哥扭扭猪猪啊，这还多出来一手典藏貂蝉，而且杜杜也非常顺利的拿到了田卡。那咱们别的不多说，作为我最最最喜欢的法师，杜杜直接反手给打出一袭快乐的纯肉貂蝉，冷静血血书实施预言，而后爆脸不祥，永夜跟上。要是外加一个弱化战士啊，就这么和你们说吧，那就是简简单单洗刷对面为无形，让别人瞬间大脑宛如考试班宕机啦。我考试时的大脑。老铁们，看看冰下发现一条冻死的鱼，现在还活着呢。八百加八百，吃了。我那呢？把别人的丑照 P 成表情包违法吗？违法。操他妈的！当然了，有条件的朋友们甚至可以喊一个瑶来助阵啊。可能这个时候就有朋友们说了：“嘟嘟哥哥，我喊不到朋友来玩瑶怎么办？”简单，这不是过年了吗？我们可以通过心愿单互赠皮肤的方式，哎，骗到不是邀请到一起玩的好朋友，同时表达新年祝福啊，就一举两得。所以咱们打开心愿广场啊，找到一个需要摇年限皮的好朋友，然后和他进行一波友好的交流沟通。而且咱们尽量要找一个脸皮薄特别实在又特别礼貌的朋友，因为你不仅不会挨骂，甚至啊还会反手有意外之喜。好的，那么欢迎来到实战对抗啊。咱们这个纯肉貂蝉讲究的就是一个凶，首先啊咱们抢二，然后先把米莱迪劝退，就表面上咱们是准备揍米莱迪啊，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咱们真正的目标是这个赵怀真。前面打米莱迪只是为了防止他来支援，你看在这么一波缜密的分析和操作中，我们就可以在二塔舒舒服服的收获一句实体。所以说啊，咱们前期防装没有成型的情况下，还是不要操之过急的嘛。尤其是这种满眼只惦记着拆塔的坏东西，咱们就多多吃它，完事建立自己的经济优势。但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完事两分钟还没过，米莱迪又来偷塔，就过分的一匹。被咱们发现之后啊，这小子还想开疾跑逃命，他是千算万算没想到，虽然貂蝉没有硬控，但咱们的瑶瑶一技能精准的命中了他开掉头的头时，一声不愧是你也阴阳的发了出来。你清高。在装备半成型之后啊，咱们就来到了一个小敌强势期。你看对面满血的米莱迪加加鲁，直接二技能进场，大招一开完事，呼啦呼啦的一顿秀，最后结束啊就丢个血皮子。而且这还没完，这个赵怀真觉得自己很硬，差两级的等级优势可以轻松解决我，那是被我们一顿追啊。结果一共伤害基本上就打了个大招，这大招还被我们躲过去了。这波结束之后啊，那甚至是连瑶都没从我们的头顶上打下来。当然这次团战可能看不出来咱们够肉，咱们来看这一波 M 四个人的毒打之后，海月把咱拉进了小黑屋。那咱们不多说，一通乱打，先收拾掉他。之后重点来了，李信一个满大，居然刮掉了我一盒的血。我去，这李信的伤害真就是完全爆表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对抗炉见谁杀谁的无敌战士。我就是个鸡巴。再像这种绕后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后手入场，弱化一开，先打伽罗这种小碎皮，完事挨个收拾李师傅和赵海珍，就在他们旁边跳啊，就硬跳。当然最后这个三杀我就不放了哈，而且就感觉用了新皮肤突然五运长龙了起来。完事不是有了赠送皮肤这码子事吗？瑶打的也贼尽力，那是拿命保我，虽然被对面一通控制加杀害，但最后还是和我二打三拿下了一换二的壮举。怎么纯肉貂蝉也成为了关键团战成伤的大坦克，那最后这个胜利也就不多说了，轻松拿下。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阵容，此阵容是由五个回复效果巨强的英雄组成，他们分别是毒王扁鹊中单，暴击文具打野，白起边路扛压，玉环发育搓脚，桑起辅助生草，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帝国五虎。当五个无敌回复的英雄站在了一起，可以说我们就是游戏的主宰，我们就是整个王者峡谷最大的梦魇。你说的都对，你看对面的梦魇之态处不处你就完事了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，即使对面回血限制，但对于五个奶妈来说，这又何惧？只要心里有奶，我们就是福星。今天是百年难遇的长寿日，收到我祝福的朋友，疾病不沾，长寿安康。
本视频由青岩君赞助播出。烦死了，最近阳了阳了就算了，大半夜还被这三个人薅起来配音就算了，陈化还让我转他五百来档创作基金啊，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那么欢迎来到实战对抗，我们白起对抗鲁豫，环发育鲁，剩下的人直接怼到中路掐线就完事啊！别问我为啥打野还蹭中路线，懂不懂文姬打野的艰辛啊？是啊，艰辛啊，搞得我只能去边路锻炼灵用了，搞得的元哥看到我没升四级还过来欺负我。不慌，死不了，还有一滴血，白起救我！哇，这元哥杀心太重了，不过他自己也没法跑，焦山也要杀我，哼，等死吧你！此时的杜杜和陈欢。这个嘟嘟牛多少是沾点在这身上的啊，和这个渊哥傀儡走一路就算了，人家傀儡都打他了他都没反应，问题是这个渊哥也多少有点毛病啊，来了嘟嘟牛半天打他反应过来自己来打呢。好了，嘟嘟牛急了，二技能控住渊哥，开着一技能彻底疯狂。这文姬打野太憋屈了啊，就蠢蠢一点伤害没有，打不过先逃避一下啊。不是吧，百里大山进来打我海嘴多大仇啊，叔叔我啊要洗掉了。 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俺也一样。根据你们这个对战情况啊，我可以判断出来这个百里多多少少是有点东西的，我整整他。不错，这百里平 A 居然能打着我，拉扯一下走位。吃了一枪，没事，奶自己一口。嗯，这无奶流讲究的就是打团，只要团战互来，我们就是无敌的。虽然看着我们是残血，感觉马上就要没了，但就区区致命伤，根本无伤大雅，直接浴血奋战。全残血，梨花直接一 A 秒了，没毛病吧？这有点小肉啊，大招好了直接冲下，接着打，要不能停。元哥直接一 A 秒掉，这团战不就赢了吗？所以说嘛，我们五个奶讲究的就是一个边回边打，乔里苦瓜的多用心，就和赵子龙七进七出一样啊啊！三四大招打了半天，就造成了这一点伤害，你们看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刮不动放弃了，那我们下路直接继续推。真的吗？的不对吧，李白那个位置加药被偷了，回一下快回一下，这李白都上高地了啊！朋友们别急，我马上就得。我们这个阵容随便对面怎么消耗，就我们这个回复，他们打的是谁？没关系的，不就掉了一个吗？我们四个人依旧，还是没有关系，不就是队友掉了俩吗？我们三个直接回去守家，等队友复活，平推对面。哇，我这五百块钱好亏啊，搞半天你们仨就这啊，怎么还被对面追着打啊？你们要是这都赢不了，把那五百创作经费退给我，搁这搞诈骗是吧？兵线已经到高地了，我就真不信你们还能。我就知道人在绝境会激发出各种潜力，守家这种事对你们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蔡文姬，你出了输出装，团队的胜负都在你的身上，这五百块我只能说，你看这亏不亏就完事儿了。世界王，我的干妈们，为了五百块，把人的技能全部释放出来。好，清掉兵线，交闪告辞。对面怎么不走啊？要硬推啊？不是，这是干嘛？冲出来杀我呀！你爸爸的，对面是觉得三换一很赚吗？这样打让我守住了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吹响反击的号角吧。全员到齐，表演开始。白起冲着百里补波伤害，收割一下。现在上中下全是兵线，兵线清一下，反推反推。现在所有人复活，全员到位。无奶流最恐怖的就是五人互奶，只要没人掉，我们就可以无限循环。大家以为蔡文姬要掉了吗？拼家客，我还有血手，千钧一发之际血手一开，你以为我们水晶只剩一丝血就代表着胜券在握吗？错。只有坚持到比赛终点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最后的胜者。Victory！
之前评论区里说有人想看纯肉狄仁杰，只能说这届观众还是太年轻了啊！我就不懂，一个战士有什么可出肉的？不错不错不错，啊，不可能做的啊！除非天美现在原地给我出一个这玩意儿的心。臭脑袋啊！这个时候肯定就有朋友问了：“豆豆哥哥，这狄仁杰皮肤都出一周了，吃屎啊？不是，吃螃蟹都赶不上热乎的是吧？你以为我是在割吧？大错特错！别问，问就是这周这个世界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在等待着我。”哎，扯远了哈。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小杰杰变成拉哥，让人见到就不禁大喊杰哥不要啊的状态呢？工装啊，只留末世，完事血手暴裂，不想魔女直接堆满，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哎，我明明花了那么多钱买了攻击装，怎么、打一个射手还这么刮痧？我钱花哪儿去了呢？我徒弟呢？我魔法怎么失灵了呢？这波啊，这波就是小轿车原地变身大坦克。哎，没想到吧您呢？你看看你看看，以后的开车可带注意，装稀里咣当了。你看这还有个开坦克的。世界孤立我，任他奚落我这。那欢迎来到实验对抗哈，这把的开局就非常的快乐。哥们这边还搁着转着被动呢，盾山直接一摸就从草里摸出一个大宝贝。问题是前期他伤害不够，打不死啊。但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挽留之情和多年未知的脑血栓病情，公孙离一个挥伞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哎，就兵不缺人，当然正所谓这个礼尚往来啊，你尽管卧龙凤雏的事儿交给我得了。所以咱们秉承着对面不开干扰我不进塔，开了干扰我就愣往里进，二技能还没免掉塔伤的优良美德，一不小心给对面走了一个，你说真合理吗？哎，这非常合理。不过不要觉得咱们这套出装没有伤害啊，依靠于前期血手和末世的加成，只要咱们这个走 A 走起来，你看就轻轻松松解决掉下路俩人，完事自家也是光杀。这猴才想反蓝，三棍子狠狠的打我身上，甚至还出了两棍暴击。您猜怎么着？咱就是掉不了。一套连招打完，靠着这盾山控制，咱们反而还反杀了对面。不仅如此啊，在一拳恶斩之后，这个婉儿以为自己迎风尿三丈啊，不远万里还想靠着飞来解决残血的咱们，结果顺风尿十七，还被咱们一发大招定住，再几发平 A 收掉。你看这个纯肉杰哥就是这么的好。那出了血手就更不用说了，你看这边段山已意识到咱们有了血手根本就不会惧怕任何人。对于我来说，无论是亚瑟还是猴子，即使是背回来了一个天王老子，咱们也可以通过防御装的加持以及血手主动的护盾完成自爆。那来吧小珊珊，就让我们依靠你的控制和我的伤害打出一波史诗级别的配合吧。我在游戏里骂你妈，并不是真的在骂你。此妈非彼妈，这个妈只是臆想出来的，是一种虚幻的，一种类似于精神体的存在。它只存在这场游戏当中，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它什么都不是。它仅仅代表着我对这场游戏的否定，以及我对你的游戏表现感到失望。这场游戏过后，你妈还是你妈，她什么事也不是。比赛进入十分钟之后啊，咱们的坦度可以说是让人难以想象。以往射手见了亚瑟那是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但是现在的咱们见了亚瑟无所谓的，爷狂暴一开，你凭我半天砍下来的血还没有我回的多。所以说我们这套肉装才是像蓝设计一样小巧方便又携带，哇，超喜欢在里面的。当然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质疑我说，嘟嘟哥哥，你这后期简直就是刮痧呀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太天真了朋友们，只要我活着就是最强的伤害。狂暴战士狄仁杰登场，以陛下的名义，以备鼓浪，斩立决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花落水流，春去无踪，只剩下遍地醉人东风。桃花是老规矩，想看别的纯肉，弹幕评论区直接留哈。当然也别忘记关注嘟嘟，期待下一期纯肉系列。那我是嘟嘟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神谷
这不啊，咱们这不就来拯救这个低胜率百里啊。既然胜率不行，那我们就追求快乐。正好上次问大家想看什么英雄出肉啊，弹幕里百里这个英雄的呼声最大。那咱们就在攻速鞋、末世这两件装备出完之后，直接反甲魔女不祥泳衣，逢装不卖。当然了，本期点赞破30000的话啊，纯肉系列继续搞，大家可以把想看的英雄继续打在弹幕评论里。对了，也别忘记关注嘟嘟，期待下期纯肉系列哦。铭文咱们不走寻常路啊，拉满吸血的同时对一波惨度，召唤师技能也是想都不想的带上弱化，外加一个黄链子的小名牵着。我的评价是，狗看了都不禁感叹一声，狗还是你狗啊。What does the dog say? 那么欢迎来到实验对抗哈。众所周知，百里一级对线大部分人会用贴身二技能的方式打出爆发，赢得线上优势。但咱们坦克流就不一样了，不走旁门左道，就和你对着硬 A。小小格亚还以为自己能 A 得过咱们，一个弱化给他开起来，格亚还想靠着速度优势逃走，咱们明世隐直接拍马赶到，链子一连，直接一枪带走。First blood。然后这格亚一看不好啊，你有辅助我也有啊，一波召唤敢把自己家辅助喊过来。不是道理我都懂，为什么你的辅助是妲己这种东西啊？虽然残血了，不过作为一名坦克，团战肯定还是要冲锋在前的。弱化打开，小明黄链吃上。云英一看，哟，这不残血百里吗？也机会来了，无情的强衣愤怒涌出，一波炸裂的伤害，三枪刺出，分别打了81点、75点和200点伤害。哎呀，我走，我要回家。啊！之后的战斗就很简单了，先杀一个葛亚，再杀一个西施，然后装备基本上就小成型了。结果对面这葛亚和西施还团结起来了，一块对付我。只见葛亚大招精准的击中了我，然后动弹不得，只能牢牢的吸在沙暴中心。西施见状，以往打不中的技能全部准确命中，两下直直的拉，把我拉离了沙暴，非常贴心的帮助我击杀了葛亚，同时快乐的送上了自己的人头。我的评价是，谢谢你，西施侠。之后这个游戏突然变得有点乏味无趣，就你啥都不需要做，松开左手只按普攻就行。空了要是有人近身了，你喜欢呢就随便点点二技能，不喜欢呢啊那就算球。你看这西施、妲己、云英三人疯狂输出，打了一阵子，甚至我还没开弱化，愣是还有大半管子血，而且直接把对面全打残，回全水补状态去了。我只能说非常恐怖，兄弟。所以现在朋友们，表面上咱们被四个人包围了吧，但是接下来杜杜鸟就要给大家表演。对面把我一通暴打，结果我枪杆子都射穿了，敌人也没有带走我的史诗级纪录片。所以说嘛，这个纯肉百里就真的很快乐。你看你就疯狂平 A， 末了还能发个语音嘲讽一下对面，甚至发表情都丝毫不影响我在团战中的出色表现。花落水流，春去无踪。 Apparently this filter shows you what movie you should be in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没换呢。你对面不是一波爆发伤害把我带走了吗？那我就卖掉一件防装，补一件逐日之功。你妲己虽然爆发高，但我射程远啊，一身肉种加上神之一手的逐日，你司空阵什么天地啊都往后稍稍，我才是天下最强之人。花落水流，春去无踪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啊，喜欢的朋友们还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哦对了，下一个纯肉英雄想看什么，不要忘记打到评论区和弹幕里啊，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。